雨露，你找我这了？怎么非要你过去给他买个羊呢？买啥呀？去咱里买去买个羊，还买个过生的，想吃烤全羊的。我才不去呢，就过个生，吃的还怪晕呢。我都说不来喊你吧，但是他一直搁你家也不走了，弄得也可难看。你去看看吧，要不一会儿再来咱家闹。算是天天净事，那都不嫌那丢人。赶紧去吧，一会儿回来还得挖下水道了。中啊中啊，哎呦，咱妈咋想起来上里买也买个羊的呀？这谁知道嘞？想一出是一出的呀。哎呦，哎，对了，我这嫂子交代个事儿，李佳，这下水道别挖太沉重啊，一会儿还得买管子的。中啊，我就给这吐出去了。啊。哥，你先去，我回去拿个手机。中啊，就我这样用的啊。我知道，就这咱里买去嘛。啊，你回家吧。嗯。哎，妈呀，你这是干啥的啊？你来的正好，这样1600，你给我买回家吧。为啥叫我给你掏钱买羊啊？那肯定了，你要过生的嘛，这2000块钱我也不要了，你给我这羊钱掏了算了。香主说的，你就过个生，那搁当里面真大个羊了啊？那肯定了。你给你放下去。你赶紧放着，我是不掏钱啊，搁解开放着。搁过生吧不说，这不是赶着快娘家了，这羊足够我吃了。足够你吃了妈，你前两天杀个猪，那就给我个猪腿，连着就可以说就给我那一盆猪血啊啊！那都卖钱了，你都不让卖钱，你给我这边，没钱你给我一分。啊，我也不会出去挣钱了，你要给我要钱了，好不容易我卖个猪，你也不知道咋有脸说出来了。哎呦妈，你别说了，我每次出门有你都搁后跟着，这啥意思？我跟你说，我现在对你很无语，你赶紧给人家羊撒开放着。你对我无语，我对你更无语了。你再给我说一句，人家给那钱给我掏出来，你得掏钱。我跟你说，俺不给你掏，俺钱给你掏呀。你管人家是不是？都是吃的怕的，我要一分钱都要不过来。俺跟你说，这羊钱一定得给我掏了。听，这咱猪的劲，要是遇上不给钱了，你就问他要去啊。就我这一万人，我跟你说妈，这羊我绝对是不会给你买的。再说了，你都过个生，咱又不是那啥家庭，过个生吃炒点菜吃个饭都中，那搁当里买个羊了、啊？那肯定了，这买个羊我也能吃几天不？你别管，大门开开，我自个拉走。我保证的。没事，林梅，早有人给你要钱。林梅，我这时候拍个视频呢啊，我不拍你脸。我跟你说，这个羊我是不会给俺妈替俺妈掏钱的，你想咋说咋说吧。啊，里面我走了啊！你不逃，我也拉走。我今儿你跟拉走，那就找你一个人说去。看着你别问谁要钱，你得走回家。明儿我都给他杀了。他都不想跟你最后走。就想走，走，搁啥也放着。不放，去。嘿。走，回家。中啊，你谁要拉走，这钱就你一个人掏。咱俩不掏，人家给我钱给他钱。你妈呀，你能不能行啊？你这是干啥的啊？你年味了中不中啊？也亏不了你多少钱，你盖房子都花那些钱，我就连着要羊钱你都不想给我掏、啊、行，我是不我一路先说好，这羊跟我没有关系啊。那咋说咋说去。你拿走你拿走，这钱你得里面。我跟你说，一会儿你是我俺妈要钱啊。要钱我也没有。这老太太算是不沾心，非给人家的羊捞回家。想说在林白好说会儿吧，就是啊，钱都没给人家，那咋能？他非要我给的，我可能给不？你看咱这垒个拆说，那地上垒个拆说，这下水管又得1000多花，我有钱给他不？就是说嘛，咱明天也紧张的不得了。爷上去，去吧，我不可能给他钱的。哼，你上午去吧，都动手了，我。老是不答应。你又干啥了？我就给你交代去了，搁这你要给我留住。你那不是那羊吗？你过来给我杀喽！跟这留着，你说还跟这杀？还跟这杀吧？这地儿不是弄好的吗？你先听着，钱还没给人家，你就杀人家羊了？这你都不要管了，那不是有你的吗？我一分钱我都没给你弄，你看看，我这马上要垒拆说，还要下排下水管，而且这下水管一直要走到那沟里，我哪有钱给你买羊啊？啊？那你弄有钱能这买个羊，你弄没钱？我这是办正事。那是正事了，我不跟你说了，跟你说不通。你咋不说？你站着。走，上屋去。我跟你说嘛，那啥，这回要是杀了喽，这回这羊肉我给你一半中吗？你给我一半掏喽。你给我一半，我也不要，我也不给你掏钱。你这孩子还伤神了，肯定我说啥你也不听是吧？你这月养1000多，够我垒个拆说了，看见没有？我那里垒拆说的。那羊杀了不是好吃了吗？你垒拆说正事，那啥样也是正事了。哎呦。
妈呀，你该走就走吧，你别跟俺这搁这夹角了。你看我这天天多少活，你瞅瞅，这还得弄下水管，还得盖拆除。我走，那个你啥也不啥，不啥也得啥，我交代给你了。你帮也啥也得，你这活先帮帮。这马上都腊月了，我还不赶紧给盖房子盖好，我出去挣钱呢啊！你挣钱光你那再说，人家都盖弄不起不能。你走走走吧，你别跟俺这夹角了。你这啥？就我跟你说不通，咋的？你这动手？嗯，冷的很。能上五百？你叫他搁外头站着。我跟你说，这钱你不能给他。哎呦，我不会给的。你瞅咱这会儿紧张成啥了？盖房子，这你这几天不得劲，又花好几百。走，别吭气了，上午吧。哎呀。